是睡衣趴，今天二十几，就舒服到根本就不想脱下来。多了吧，款式选择巨多的睡衣店铺，第一家 Orange 垂直家，喜欢甜美睡裙的姐妹们看过来，这家店铺主打的就是甜美可爱风格的小背裙，像这种娃娃领啊、蕾丝边啊，这种可可爱的小元素，20来块钱，面料也不错。像我买的这条樱桃裙，它还有一点点这种小垫肩，你看旁边还有荷叶边，显得非常的公主。天哪，这个我穿着我觉得我才6岁。How old are you? I'm six。他家最大尺码做到了2个加，可以穿到160斤，而且他家这个身形啊是属于这种直筒式的设计，所以像肉肉多一点的姐妹也完全不会怕它有任何的束缚感，因为非常的宽松，非常的舒服。啊，第二家距离小仙女，第二家就是那种棉质的印花睡衣，是棉质啊，不是棉质啊，就是像棉一样的质。毕竟你说20几块钱那么一套哈，我要说完全是纯棉那种，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，就是它是属于没有纯棉的那么厚实，但是摸起来真的是很柔很柔，穿起来非常的透气凉快。收到时候质量还是很好的，可能会有稍微一点点的这种线头，这种线头就剪掉就好了。说实话，就我没关系那么在意的就可以不用拍，毕竟20几块，穿着很舒服，看起来很好看，又很凉快，还要要求什么呢？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质量问题，而且也没有色差，色差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种面料真的是不容易起球的那种面料了。第三家喵球先生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阿卡？这一家呢，他们就是专门做冰丝的，哇，摸着好滑呀，我天，冰丝的睡裙啊、套装啊、吊带呀、啊，啥都有，一应俱全。很多冰丝它就是那种出了汗，它会贴身上会很难受，这一家就神奇的不会。我蹦跶一会儿啊。Later， 离我一下就要像看一个神经病一样，你眼神看到我，我现在身上就在冒汗，这个就真的很凉快，它不会粘在身上，上身真的很绝，版型也很宽松，就很舒服。然后这一套下来一个薄荷绿啊，就无敌的显白，看着凉爽，实际上也很凉爽，反正就是凉爽就对了。而且我悄咪咪跟你们讲啊，有些商家啊，他就无良，他自己是真丝，他非要说自己是冰丝，质量一般还贼贵。你看人家这20几块钱一套的，人家是冰丝就是冰丝，人家才不给你搞虚头巴脑的，人家不把人家当傻子啊。就我觉得款式也还不错。第四家说是太太远秋睡衣，喜欢迪士尼的一定要来这家，本来我是想找个皇冠的，但是没找到。各种各样的迪士尼睡衣睡裙，然后我这次是买了一个迪士尼的睡裙 Princess Snow White，这个某宝上面100多啊，这里呢28块，拿来吧你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包边的工艺啊，我觉得整个质量啊、走线啊都非常的不错，面料也是那种一点不厚重，就非常轻薄的一个面料。就我觉得这个真的20几块钱，简直就是捡到了宝，四舍五入等于捡到了我。就如果说你不喜欢睡裙，他们家也有同款的睡衣，也是只要20几块，同样非常的值得入手啊，真的是划算，那不是一点半点了。你看连袖子都有这个小荷叶边，这简直是公主本主。好了，这一店铺你们要的也挖到了。